掌声欢迎刘晓庆老师。这是我也黄老师哎，小头，女神来了！你们先把上一季的主持人变成选手，又把评委变成选手，我觉得太奇怪了，多少有一些不真实感吧。女神一样的人物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们真的是看着她在电影长大的，太经典了。你们又是射手，大话一讲，别说了。我不要这张脸，我爱这张脸。